啊，即卖听讲要甲你讲完全的爱，为什么要讲完全的爱呢？因为这礼拜哪位子啊，五位甲七位啊，叫做呢，叫做家庭日子啊，咱叫家庭日子咧，因为咱庆祝父亲节，咱庆祝母亲节啊，母亲节听到我讲妈妈，父亲节听到我讲爸爸，听到我讲阿公，家庭，阿妹，那嗰啲家庭里面咧，就叫未使讲嘅上面嘅，就是爱。有人咁講啊，上帝做愛這樣物件，做愛這樣物件，即係愛啊，這樣物件，是在你家庭裏面啊，把你嘅 exercise， 就是把你嘅表現出來啊。這樣子嘅愛，上帝做愛是幫助到你人與人在你家庭裏面咧發現出來啊。係咪咁樣講啊？係咪先？阿圭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三到八节 ，First Corinthians 13 verse 3 to 8。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三到八节。刚下去，刚下去。谁教会？对对吧？很多人说十三章三个八节，真讲我那是将所有的去救济无的人，搁放杀我家己的神父，叫我神父消气，却无爱，对我何必做呢？爱什么啊？这圣经里面就讲到。完全的愛 ，the complete love， 是啥物件啊？即段圣经章就正正表现出爱，实际表现出爱。圣经讲爱是长久的忍耐，佮温慈。温慈啥物？我再来解释啊。爱是无恩报，爱是无自夸，爱是无发狂。无发狂，咱讲啊，我讲话，爱是无取笑。对不对嘛？啊，我刚才吹的这书还话啊，无做歹事歹事，无求家己益处，无随便起哄，无随计较人的恶，无输家无好的物件，干那输家尽力，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远无衰，先知讲道，到到尾要无去；讲方言，到到尾要停止；知识，到到尾本要变无。只有爱是永远无衰。啊，好多人是咪？特别我感谢我俄罗斯青年，从早起我兄弟咪来个同齐来学习。那主要我知影，我做这个世间人为了主。你唔行，我能坚持来保守着我的婚姻。但是这婚姻多路无影响，我知影怎物件，我靠着路，我能一直得胜，一直赢对，求主加多人。感谢天主多，将荣耀归给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感谢主耶稣，感谢主。弟兄们，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完全的爱。那讲到夫妻生活的东西啊，那个怎样？那这时阵，咱就是错误的观念。咱想讲，含爱呢？爱是啥物件呢？爱就是教人为了点啥发生的呢？那人对了，那人的某或是那人按的要求的进行呢？谈掉那叫做爱。哎呀，做大个某咧，教人过后咧，希望讲在你投资教人起来点啥？你困车点声，伊无会来个调伊起坐，坐困车起来了点声，伊无会开水便便下数水便便，予伊去站起，站起出来了点声，铺纸个椅咧，摆伫涂骹位，摆伫桌顶位，喺 breakfast 摆个位桌顶平平了点声，摆平平食早餐，食到早餐咧，就咪几时坐咧，就你门口出去，佮在平安位无个拜拜个嘛，即系做戏个，袂发生。OK， 做嘢啊，你明白成日听就是自杀哇，是不是？那查某希望咩咧？查某希望咧浪漫啲嘅感觉，就是讲，伊阿咧
但係只係攬掉伊嗰啲準定位，攬掉隨啲方咧，可以同我背者背者。但係英文攬掉伊可以運繞嗰啲關啊，所以想大爹啲嘅你關係咩？你做嘢係未發生 ，OK？ 咱需要食饭嘅，咱需要生囝嘅，咱需要食吃饭落去，係咪啊？但係只款嗱，後面是愛，安全嚟表現出愛，證明咗證明咗前後嘅角度。嗱，即係規定我哋講完全嘅愛。这段经文有人叫做爱的真谛，爱的真谛，意思讲真正的爱。那你即卖，咱无就讲了了，咱讲三项物件，啥物事爱？是借来看耶稣教咱爱，爱是忍耐，爱是恩慈，爱是无怨。咱看，爱是长久的忍耐，大家讲长久的忍耐，长久的忍耐。原来啊，即卖。主耶稣讲爱的东西啊，是叫你有忍耐的心，把你叫爱的了。啊，咱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到第四节，《罗马书》第五章 Romans chapter five verse two to four。这里来讲，我人接到伊因信入到当今所徛的殿中，并且欢欢喜盼望神的荣耀。唔单止咧款，就是患难中也欢欢喜，因为知影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很奇怪，你看到原来圣经讲的爱啊，是要吞忍的，佮要长久吞忍的。他为什么要吞忍？意思讲有患难来，佮吞忍嘛，是咪？有坎坷的代志、冲突的代志，来吞忍嘛，是不是？那这样子，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小讲什么是爱？爱是感觉好，叫做爱；感觉满意、感觉爽，就叫做爱。那在你婚姻的生活内面呢，主教无啦，那是要爱一个人，当然都有准备了了的，拄着困难的，拄着坎坷的代志，拄着不好的代志，拄着冲突的代志。就是拄着不好冲突、困难当下，你开始生出忍耐，这个忍耐呢，啊叫吞忍呢，都是。原来吞忍都是爱来，很奇怪。今日学一个字面嘅英语嘅思想，细汉嘅点样学爱情故事嘅浪漫，大汉嘅点样看电视剧，从挂挂嘅爱情嘅故事，飘飘然嘅，看老人的嘅，你知道，华语英语会死啊，无死啦，点样来浪漫咩？好啦，就是啦，刚刚俾你看到。大爹啲啊，想話大爹啲，哇！搞到尾就白要爭白爭，呢條路變死而家嗱，所以唱羅命啲，哇！即係捱過嚟平平，你仲係咁假嘅好嘅人，嗱有啲壞，你跨掉係好嘅情形啊！你跨掉係好嘅，我停咗啦，我停咗啦，好啊，好同你咪，好啊，你跨掉好嘅情形啊，有啲壞，睇你好嘅情形啊，是意思而家，大爹啲，明白冇？一波挖掉。那挂掉的东西啊，生过囝的东西啊，佮生三个囝的东西啊，要趁食的东西啊，都要生挂的东西，你钱佫无剩了，是不是？但你在船顶捞，免食饭啊，是不是？但是我看到钱佫无剩的，你看到钱的是假，你看到钱唔是实际。实际的钱就是你同我今日红包的生活是实际，唔是安尼简单的，是不是？所以在圣经里面，可能看到一个真正的爱，就能产生的。这个真正的爱是靠出名，伊来面发现的，都是遇到苦难的时候，暗摸坎坷的时候，开始吞忍的时候，这叫真爱。难怪古来圣人讲，吞忍叫做生老练。原来啊，吞忍叫做啥？吞忍苦的东西，就变到一个惯习了，变到一个协调了，变到一个关系了，这个叫做爱。那我看到我真正看到一对阿母在我细汉了，我偷掉落去，偷掉落去所在啊，就吃饭后尾啊，那是72家房客来了，一间租一间租呢，无来回位啊，是这间的比些比些，这间的贵了了，这边来回吃十间的租的。那些乱摸我，些乱摸我，慢慢就从外慢慢变，因为差贵，差贵，差贵了。对了，我按摩就贵，一按好点酒，一摸钱就会多一点酒，
伊乌伊乌伊叫乌啉酒，乌咧啉咧两个酒醉咧，就嘛叫做烧怕烧咩？但是真奇怪哦，烧怕怕逼巴巴个整个面面面乌青，马姑娘搞嘛，不要两个人坐喺楼街就不要，不要野发啲咯。哈，每次到做阵时，因为伊当烧麦啊面，我哋出来烧麦首先面，伊当烧麦是不外口烧麦，哈伊摸到前面真，伊阿个咩啊？咩啊？地胶地面地胶呀，我等下那就咩了？那手爬起来，怎么一张刀完，砰，掉你表面糊了，阿妈阿妈来了。但是我跟你讲啊，一人起面是硬起，一人落面是硬起。啊，看到尾一人的成死，一人死了才一人一波好话的。阿妈阿妈，我乱炸你啊，我乱炸啊！因为硬起又无该烧命啦。那样子嘛，这啥物？这是老脸，老脸，眉个一个空罩，安装眉眉上，眉个一个空罩，拍个一个空罩，安装拍，阮眉上，伊通关在做平爱了，即、这个在你今日社会看无了，看无了。那样子嘛，老脸就啥物？盼望。这盼望是什么意思？这盼望是福气的，意思是讲对婚姻有希望了。那是一个人遇到困难，一个家庭红火的关系遇到困难，伊若接受了，伊若吞忍，一直吞忍的点啥，一直解决问题点啥，伊会生命生出老年出来。这老年若是成功咧，伊的婚姻有盼望，意思讲根据望福平福，我吃某不上命。但是嘛，那他们是一波感官，都是因为那的思想太过理想了，他们有理想的 expectation 超关了，期待太高了。那希望我那出来无啊，在出来这姑娘一对做这个 perfect wife 完美的无。就是免讲，伊咪在话，伊咪在话心上面。免提出来，伊咪明白，讲咪做后面好啊。从即个心上话，伊会做啊。那这是真危险的。所以，遮侪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对了婆还是对了翁，就是遮管的，希望。然后，伊的婆还是翁达未到这个希望的当中，那也是嘛出事了。小咩代志，比较的代志，外口投资的代志发生。那你相信啊？啥物件还是嘛？你若是去换长工，今日我来做牧师，我唔爱做牧师啦，一日啦。我来去做，明天个做方面。你讲我前日去做方面，哪会咁想？我要做方面，未要嘛？是不是？我在度要去学工嘛？是不是？学工要学几年啊？反正明明聪明来讲，规年无聪明来讲啊，有加五六年、十年无会晓，是不是？对不？对不对？但做工换工，你咪要有一个过程 ，process 过程来学来成功。你想话那是做某做红的学，就学，就学嘛，是不是？人讲话个老，学个老。那也是真话，红母的关系啊，我一世人要学会晓。但是你愈学愈高，愈学愈高，啊，这个就别个所在。那也是真话，这人他们想，他们想今日今年的社会，我讲，这个世代社会，教育无过十年的，教育无过十年的，超过十八岁也是人。原因讲是咩？因为人就是被吞了。伊的爱是唔对的爱，因为受到真正侪影响，伊的影响，且一个故事的影响，咱人已经是有一个错误的思想，想讲爱是永远浪漫、永远浪漫的，无人爱附带的去讨论。听清嘛？今日红毛的关系。唔是安尼简单嘅，一世人行一条道路嘅点子，伊有跋倒徛起，跋倒徛起，伊有好笑，但是这个过程中间，
浪子当作路，和路大地一定表现出你完全的爱。等路大地引来的时候，你才就老年，老年呢，你才就盼望，这盼望你对长久的享受和你主的祝福来的。所以看前面的爱之外，圣经教导的爱，甲社会教导的爱无相。圣经讲讲爱这个婆，还是爱这个翁的，点子啊？等于打起观念头一步，点子啊？要准备了咧，准备了做咩？面对患难，然后准备了做咩？吞忍、忍耐、长久的忍耐，搞到一个抗战，有忍耐甲有力啦，忍耐甲关系，忍耐甲变成一个关系，你无搁再互你患难来赢过你，因为你吞忍成功，变作老练了。对婚姻就开始有希望，阿妹，来第二来看，爱什么？大家讲，爱是恩赐，爱是恩赐。来，讲一摆，爱是恩赐，爱是恩赐。好是恩赐哇，好听话无话讲啊，无话讲啊，哪会话？但是我开始听，又说是第四章三十二节。并且要以文字三代春了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相加心，大滴祈祷，内面原谅不人的话，原来啊，这文字这字啊，用啥物来代表呢？保罗用了儒家天白文字来代表，那是天白无条件来爱啊，无条件。关门啦，所以咱彼此的三对待，安怎的关系三对待，了解？未使有条件，未使有要求的，都是无条件去付出，这个叫做恩赐。那在你圣经内面，这爱这是阿卡皮勒，都是无条件去爱对方。那那之外，那是安怎的关系啊？那是开始讲条件。那个冲突就起来以前了，那个冲突呢就未煞了。真正这时阵啊，安怎办的呀？甲丢甲唔丢，无虾米看来丢了。安怎办的是看我爱买接受的呀？讲到尾啊，果是唔知谁丢，唔知谁丢的。讲到尾没有人丢，没有人丢的了。所以你坚持了丢甲唔丢啊，那个就重要。你就要听我，因为我是你阿。你就要听我，因为你做会帮。我付出的济，我就要赚到。你对我看重，我付出的济，我就是为你来这个啊感受着我对你付出的那这个条件。当你想用那条件对待对方的当下，那还是嘛，这个不叫做完全的爱，这是无条件爱。这叫无条件爱，什么物件呢？就是完全的付出。无论你的情形安怎，都是靠上帝对咱的付出的。那上帝要跟侬重要，上帝爱你要跟侬重要。我跟侬传福音的两下，我跟侬相信得见。阿妹我，现在相信咩？相信对了，要不刚来这刚拿水开跳啊？我讲好了。既然你若是讲相信，你感觉像万二啦，是不是 ？OK 啦，你感觉啥物条件得求，你敢舒服？那跟上帝可以见顶十二个，老贵，破碎一生，破碎一世，是不是？对吧 ？OK， 那上帝轻彩开一个价啦，轻彩开一个价，看你有才调，有一条形哈。那是要得救，那伊会惊老的聚会，那从女来算啊，一人啊三十万啊，该得救啊，有几分哦？上帝可以惊，何论第十二届，收这三十万几分？无几分嘛，是不是？有就是得救个，无人得救，那比那比，佮上帝讲条件，啊，我买鬼啊，我叫买鬼啊，只借无人借我，OK啦。当然讲，上帝已经可以听定四十二个。你叫我那是要踢球来讲，规条规条行过大桥之后，该踢球。
做会到，你做会到，无人做会到，那无人做会到，凭什么开条件？开了班级拢好啦，开了因做的啦，免得艰苦啦，拢受艰苦，只好开一条件。那所有被得救，耶稣呢已经为你放下一件的十二个钉，你要得救，对照一世人去读三十遍圣经，你该得救啊！简单哦，三十遍圣经。你不知的，你只想读三遍圣经，有几个得救？那是无解的得救，咱凭什么甲上帝开条件？你看到的场面就是上帝无条件的来爱你，所以你甲我讲明，对爱的人恩慈，都是你无条件、大量的来爱，这叫恩慈。大量的爱，无开价格，今日钓唔钓不要紧，我就是爱你。我想讲，我系我讲你款，受命起来点啥？你好，还是无暗起来点啥？我想讲，我无，我无无同意你的，但是我接受，我本就爱你。钓唔钓唔是对要紧咯，你坐到尾来本无用的，对你网络这钓唔钓，你一个暗的成分。上帝何如一个全生命的爱，这就是真正的爱，这叫做大量的爱，恩慈的爱。也是这款，听起咱红外办的一世人，你准备了啥物件？不是为对方对咱付出的钱，乃是咱来为对方付出的钱，这叫做真正的爱。咱是要求对方行的人，咱是要求咱家己。较假人无，较济人无，无条件对了对方付出，那真奇怪哦！我讲，当你以后对了对方付出的当下，我讲人心肉燥，你听没错啊？人心是肉做的，且主人对方以后对你付出的，若无好的暗号，若若一个啊未晓想的暗号，对你对对付出的，总有一日，啊，怎话？伊会对你付出，付出的。我甲恁讲，伊那是讲是一个熟人啊。所以对家庭的那幸福，安怎充满爱？头一日，唔是要求人对方给你，乃是你要求你家己安怎来给对方？你家庭改变了，这个爱就完全了。阿妹哦，来之后，咱来看，爱啥物？爱是无温度，爱是无温度，会温度咧？对红外问题啊，会温度咧？会啊，咱发生见证啊！箴言十四章二十九加三十节 ，Proverbs chapter 14 verse 29-30， 这样讲，唔通随便起哄，都有大聪明，性情那是不错啊，都真正讲，大显名义的有功，心内安静是你辛苦的生命，那是温度呢，是你不忠的受难。什么意思呢？这受难的意思就是你生命的温度啊，这温度啊是一个 virus， 一个糖呢，这个温度啊是一个糖呢，这糖什么意思？这个糖啊就是代表你生命无停的一个破晓你爱破晓你家庭破坏你人的关系，这就是 virus， 那是温度，这温度哪来？今日温度，嗱暗咧就温度薄上影，每日在你厝内内面，你上光伊唔知乜影，伊唔知安怎好食，通困，唔免晒日，啊，在你坐影坐了，廿几年廿几堆可以，阿姐阿叔，我咧坐话，我堆内面上头镜咧，我啊你无学晒我，翻到堆，我堆内点子啊，佮翻堆面色啊，温度，薄就温度咩咧？我同你出来行康康，惊四三猪只拢贵个扣来三，拢贵个扣来破，家了穿好鞋，你在外口连线，外口吹水，四季看人七外秒卖堆金粉，你参朋友饮酒，食个冰无咁样堆住看人一面，啊做乜攞？你是咪双手为着这家庭的点子来烧命啊？哎呀，你知唔？这就是温暖，温暖咪？那是那种私房钱呢，私房钱呢，
就是一如意哇哇的，所以水会笑人家，哇哇你出去出去出去，外婆就是叽叽叽叽叽叽啊，破一马说不了嘛，啊这就是，啊你懂？你从这开始改教啦，你讲咩？放水解体，放水咩事？这就是咩？这就是你骨头中的糖呢，伫注入和你生命化小关系化小。我哋眼光关系是比较无差，无个在滚呢，无个在滚呢。那我上我上上，我哋以前辅导点子啊，我教过咧，要教伊呢，下一个眼光，少年，我哋爱人未受避免，未受避免，那是有避免的出问题。所以应该讲，应该培养，将你心内面呢，何处讲去，可以清楚。后面又咪使讲，啱嘅准备接受，冇嘅准备接受，所有一切白白唔担，我哋惊系苦嘅。那是讲你生命无差物件，修都冇物件，就开始出问题啦。人家就是啱嘛，讲就是讲少啲，即系真正我是破抓出嚟，嗱，即系啱咧就只钱系冇，你知唔知？然后因为家己嘅累，不如依家己嘅累。一隻眼就叫警戒，你咪可以摸債，咪可以摸債咧，就成日佢哋侵緊錢咯。你要會攤咯，加皮嚟啊 ，statement 啊，加一隻會攤啊，一摸虧啊，直接嚟咁先，無有依無框嘅，虧到一眼嘅皮咯，即係虧到一眼嘅皮咯，一眼到，一眼到公司依嘅 statement 嚟咯，都揾你上樣嘅槍過嚟咯。我平常是亏了没？伊我开始就听见，他们说的外话呢，我就是无条件亏你赔，把不要紧嘛，是不是？对不？是吧？伊就开始咯，他们说的没啥话亏你赔，我没逼你，如果我讲，他们讲，他们说，我讲啥不？所以再来再再来，悄亏来看的，那看到伊的这 statement 里面，开始介入了，我开始更加多了，知道？佢話多咗啲啲咩啲咩，咁使硬啲咪講大講啲啲講啲啲爭啲爭內字爭啲外爭啲爭啲外爭啲啲底啲起用啲咧啲用，結果講得表示因嗰啲咩嚟啦？依幫到頭尾創啲騰啱去頭跳樓，咩跳落去都係硬爭嘅，唔是？例如拎錢落嚟咁先，我哋嘅仔講依硬話咧出咗經濟問題，成啲失敗，但係咪可以等先？买回债也开销，买回债也借钱上来，也不能话误会，就讲你外口去开闸哦，叫难过，变成就是家庭的悲剧。原因是讲什么？原因是这男方无够敞开，男方的观念他都要做到一点，彼此可以敞开，你会使开讲。虽然我上想希望硬系讲嘅，睇到未嘅？虽然当初打波嘅，当上想想，哎呀，外口问题啊，我廿堆人出来，不如他发出阿咪，我强到边个未调我险啦？我系成个问题，我未晓，未晓得做啦，我唔明白我做下咩嘢啊？嗰啲真系做你肯入嚟讲笑你先嚟，哎呀，志华，即系借钱我嚟讲啲好长嘅嘢，你唔愿意分享出嚟，即系好料，我唔一定嘢刀卡手咯。解决你问题，但是伊若捉你鱼啊，何你会条听？系咪即话？你难会改变。即系我虽然未晓解决阿个问题，但是伊捉你鱼啊，何阿讲出来，这就是伊心灵嘅偷棒。等伊心灵偷棒无阿个，就是伊做事都系不想的。但是阿个想，系咪即话？那讲即系我。当你出来面，其实一面对正怪问题、惊子啊，出来啊，所有一切买这个款的这个家内代志啊，一直接来面可能那是爱家庭主妇，伊根本无拄到别人嘅，除了买菜，他贵电话就对了惊，无人正在甲伊分享，无人正在甲伊讲话嘅。那是讲做阿个对来正闲了，人正上上，无啦，都是喋喋不休，你讲讲讲讲，人家阿个正烦啊。对不对？就开始砍掉我的钱。那现在我这里研究啊，讲啊，长物件。
一个人啊，一个人个规矩内面大概会讲超过十千句的话。阿妹个早起去做工，白家妹啊，伊十千句话已经讲了了。阿对来个东西啊，迄个无十千句话，无个开始咪讲。所以袂快啦，对来讲怎样穿啦，怎样布啦，这样怎样，无你无你规矩你也袂来讲啦。那是讲你无你无讲话咧，你开始不健康。讲完就排掉，所以开始变大啊，对啦。你去不讲话，不然听讲话。那是讲你是完全爱阿公，那是要学吞论，是不是？你无条件爱，虽然你看可能你加行一步，加可以。听伊，甚至你心内面，伊就来拍开来分享，知的需要，应知的需要。那像即嘛，在你家内面爱的无温度的点声，彼此分享的点声，这个家就自来自好，这个家就自来自幸福，这个家就自来自老练，老练那就生盼望，生就改变了，观念就改变了，阿妹哦。兄弟们，来，咱有三物件，今日在家庭内面，大家讲，爱是啥物？爱是长久的存论。来，大家来看，爱是长久存论。第二个，爱是献出恩慈，献出恩慈，爱是无温度。阿兄弟们，那是阮早了，三句话对住咧，对家庭，对真正改变，对婚姻生活，都提得来。你的逼我很好，阿妹，阿拉别开起来，别做这些举动。